新龙门客栈正本故事结束一年后的元宵之夜，客栈已是一片废墟，贾婷与金镶玉于废墟中狭路重逢，关于新龙门客栈的故事还在继续。原来是你，应该是谁？你这是要为金氏复命？你竟没有跟着周围安插官？你是金，还是那个忠孝仁义的贾大人？那你呢？还是那所谓无能人的金镶玉吗？老娘永不改名，受不甘心。认得一人，比你更像那货真价实的金镶玉。我却不信。何人竟与奴家是王、啊、你是何人？老娘是这龙门客栈的老板娘。龙门客栈？龙门客栈早已是一片灰烬。哈哈，天下之大，无非从头来过。滚哪，此人比你更像是你。是此时来我也认得一人，比你更像是你。何人？喂，他、啊。
黄昏，残阳似血破天门，曾杀龙头这把关，西侧阳关与孤城。后生，那是我的孙子，我是后生。大宗灭亲，大逆灭亲，我欠他最晚后的两件，这便晚了。你兄之恩虽已报完，你父曹公之恩又当是何？其中决三，是非功过，生而平生。大母父亲，天地永存。江湖一梦，莫忘本心。啊啊！哈哈呀，是天的。上元佳节，又是新的一年了。心在迷中来。